阔别已久，今天我魏国猪来了。看这波啊，对面实在是嚣张啊，一塔都还没推就直接压到我们家二塔了。但是我来了，他们基本也就嚣张不起来了。先是配合廉颇秒掉萌芽，剩下一只蚂蚱不足为惧。天然二技能给个点数，再贴的一技能刷出被动。大物弟弟，我出的可是水银鞋啊。别急，还没结束。看小地图，猪鹿还可以卷一波。这凯追不到顶尾，那必然会用二技能清兵，所以就是现在。抬走。这个半水蒸机嘛，那么接下来他死不死嘛，就取决于他回不回家了。好的，那么既然他选择了拥抱死亡，我们也只能成全他了。Double kill。开局是啥？水晶必拿，没悬念。这廉颇看我比较屌，就过来跟我了。但我知道，这一定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追着凯，别急着上，一技能先消耗，那辅助先上去骗技能。我们利用小兵刷出被动。哼，这韩信终究还是九个菜中的一个。来了，那就别走了，通通抬。六老铁，这伤害我竟然有点看不懂了。啊，丝毫不慌，辅助发育好，全家都吃饱。Oh shit！ 自从刚刚拿了双杀，这廉颇就跟打了小母牛血一样，牛逼附体啊！不过我喜欢，来这边直接利用凯当做踏板，跳到战场的另一侧。别急，寻找时机，只要你准备好了，那么机会自然会来的。哦，妈个牛逼！不是我吹啊，就他们这几个人呢，真的会被我的诸葛给玩死了。新赛季排位首胜，打得还可以吧？